黨在美國總統選舉中控制了眾議院，而共和黨在參議院增加了席位，鞏固了他們的控制區。總統選舉星期三在馬達加斯加展開，民意調查顯示總統選舉將會塑造一個貧困和腐敗作鬥爭的島國。塔馬隆的一位長老教會官員表示，有79名學生及他們的校長被綁架，他們已經被釋放。也門親政府部隊向胡塞叛亂分子控制的港口城市荷台達撤進。俄羅斯舉行閱兵遊行，標誌住1941年歷史性遊行77週年。當時紅軍士兵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越過克里姆林宮的圍牆，向前線衝擊納粹德國軍隊。